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YouTube 推广，外貌 KOL 推广最不可忽视的渠道一。图片来源 123rf.com.cn。 YouTube 推广是外貌网站推广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我在最有效的十种外貌 B2B 网站海外营销推广方式里讲到了一个 B2B 网站的 YouTube 推广案例，非常经典，仅仅用$5000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宣传。 YouTube 推广是目前 KOL 营销最优质渠道，这一块的发展潜力依然巨大，不管 B2B 还是 B2C 都是非常推荐的。 YouTube 是能直接带货的，而且带货量不会少，这是 Quora 推广和 Reddit 推广暂时还无法比拟的。什么是 YouTube？ 为什么要用 YouTube 推广？ YouTube 视频推广成本低，效果好。 YouTube 测评能够直观看到你的产品或服务。YouTube 视频可以当作自己公司及产品背书。 YouTube 有非常长的时效性，效果持久。 YouTube 视频对做 Google SEO 排名会非常有利。 YouTube 推广方式有哪些？怎么做？自己做视频，让用户帮忙拍视频，和 KOL 合作拍视频。 YouTube 推广案例一。什么是 YouTube？ YouTube 是 Google 旗下的一家视频网站，也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同时是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用户量接近20亿。 YouTube 视频内容主要来自于 UGC， 不需要付费，不需要 VIP 即可观看，用户粘性非常大。也正是由于内容是用户生产的，所以产生了大量的视频 KOL 意见领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红。二，为什么要用 YouTube 推广？ YouTube 推广价值非常高，很多企业都还没有注意，尤其是 B2B 企业。毫不夸张地讲， YouTube 视频推广做得好的，可以一个视频抵得了几十个员工。一， YouTube 视频推广成本低，效果好。如果自己制作视频，人员紧张的情况下，这个难度会比较大，成本也不会低。我这说的成本低是和 KOL 红人合作拍视频的成本，这个费用一般都是不高的，而且效果很好。我自己做 B2B 的试盒就常用，曾经让 100K 粉丝的视频 KOL 拍一个视频只要$50。 B2C 更常用。二， YouTube 测评能够直观看到你的产品或服务。 YouTube 视频比文字、图片等都直观，视频能够很好的展示商品的每一个细节，让用户直观看到购买后到手商品的真实情况，这样可以打消他们购买之前的各种疑虑和担心，促成下单。如果视频介绍一个服务前后效果的对比，将虚拟的服务实质化，用户更能感受到这个服务的价值。三， YouTube 视频可以当作自己公司及产品背书。 YouTube 视频是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你的视频就是你公司或网站的最直观体现，你的产品好坏都可能通过 YouTube 传播。如果你的视频正面宣传，那就是你们公司的品牌背书。可以 YouTube 搜索一下 Anchor The Pros， 看一下用户的宣传。四， YouTube 有非常长的时效性，效果持久。 YouTube 视频是有非常长的时效性的，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前的视频到现在还是有用户去看，去了解你公司，了解你的产品，效果非常持久。
这是和 YouTube 视频推荐机制及搜索方式体现的。五、YouTube 视频对做 Google SEO 排名会非常有利。YouTube 是 Google 自己的产品，在 Google SERP 页面 ,YouTube 视频经常是排在最前面的。